前噪指数 AI 是特定地点气候前噪程度的数字指标。美国天气协会在气象学和气候学中将其定义为气候缺乏维持生命的可用水分的程度。它与前旱现象不同，因为前旱是永久性的，而前旱是暂时的。已经提出了许多前噪指数，见下文。前噪指数 AI 是特定地点气候前噪程度的数字指标。美国天气协会在气象学和气候学中将其定义为气候缺乏维持生命的可用水分的程度。它与前旱现象不同，因为前旱是永久性的，而前旱是暂时的。已经提出了许多前噪指数，见下文。前噪指数 AI 是特定地点气候前噪程度的数字指标。美国天气协会在气象学和气候学中将其定义为气候缺乏维持生命的可用水分的程度。它与前旱现象不同，因为前旱是永久性的，而前旱是暂时的。已经提出了许多前噪指数，见下文。前噪指数 AI 是特定地点气候前噪程度的数字指标。美国天气协会在气象学和气候学中将其定义为气候缺乏维持生命的可用水分的程度。它与前旱现象不同，因为前旱是永久性的，而前旱是暂时的。已经提出了许多前噪指数，见下文。与使用前噪指数相关的一些挑战如下。一、前噪指数是特定地点气候前噪程度的数字指标，美国天气协会在气象学和气候学中将其定义为气候缺乏维持生命的可用水分的程度。它与前旱现象不同，因为前旱是永久性的，而前旱是暂时的。已经提出了许多前噪指数，见下文。